本周的桃竹新闻，带你一起来关心这礼拜在桃园与新竹的地方大小事。土耳其与叙利亚强震造成严重伤亡，当地的幸存者也急需物资援助，而台湾国际青商会的成员们也热心地伸出援手，发起物资募捐。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就募集上百箱物资要援助地震灾区。土耳其与叙利亚强震造成严重伤亡，当地也急需物资援助，而台湾国际青年商会的成员们也热心伸出援手，发起募捐，在短短两天时间就募集上百箱物资要援助地震灾区。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有去做了相关的劝募的一些物资的一些动作，但是因为台湾人实在太热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土耳其驻台办事处有提到说他们的时间提早截止了，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才刚发起了两天劝募的一些物资就马上临时必须要喊卡。但是有传来了好消息，就是土耳其驻台办事处在假日礼拜六的时候有说有延长我们的募资的劝募时间到礼拜一的下午五点，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天的时候又动员全台湾的力量，在短短一天的时间之内，我们不只找到愿意捐助我们土耳其跟台湾青商纸箱的厂商，也找到愿意提供物流场所跟物流车辆的厂商，再透过全台湾的力量募集了相当多的物资。啊，这中间的过程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时间是非常的赶的。青商会的成员分工合作，有的搬运，有的装箱，要把全台湾青商会伙伴募集的物资送去支援土耳其。里面其中包含毛毯，还有手保暖的手套，还有袜子，还有暖暖包。我希望说我们国内的爱心可以传达到我们国际上来给大家知道。由于土耳其政府对物资募集设下的期限，成员们只有短短两天来募集跟运送，靠着强大的向心与动员力，他们克服了这项艰难挑战。那其实我们配合土耳其驻台北的办事处，那他有开出的需求名单，那给慈济方面来做统筹。那我们了解情况之后，我们把物资开了清单给全台湾的青商会友，那我们透过群组跟讯息的传达，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把东西寄送过来，甚至有很多的会友从南部直接开车上来，直接在这边做一个物资的收放这样子。立委黄世杰也到场关心，并且表达支持之意。他十分感谢青商成员的付出，也呼吁更多人来共襄盛举。这样的爱心值得我们的鼓励啦。好，那么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感谢呼吁我们社会上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协助灾区的这样的活动能够大家来共襄盛举。那我想这个这样的热情希望不只是一次性的或是一波而已，我们大家持续来关注。那如果后续还有我们包括我们青商会还有很多的民间的团体愿意来给我们协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起站出来。面对天灾带来严重伤亡，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力量，汇集起来也能有大大帮助。记者林元松、林德操大园采访报道。台湾有不孝业者私自经营社团，提供会员近距离拍摄珍稀或保育类鸟种，并以龙拍、潮拍、幼拍等非法拍摄场所，其中包含了珍稀与保育类鸟类鸟种，每次费用500到8000元不等，非法获利预估100万元。野生动物的活力与朝气是许多赏鸟人士的最爱，珍贵画面眼下可能就一瞬间。但现在传有不肖业者私自经营各种鸟类，并以龙拍、潮拍、幼拍等非法拍摄场所，提供他们的各自会员来拍照，每次收费从500元到8000元不等。大概在9年前，我们就开始收集这样的一些证据，但是当时是幼拍居多，然后到了3、4年前就开始发现有棚拍，更离谱的，我们透过网络宣导，然后透过这个媒体，但是效果不彰。后来我们就跟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也检举，他们觉得说因为没有证据，不好去处理。那最后就还好一些，在里面的鸟友经过不断的教育宣导之后，里面有一些拍照的人，他发现自己拍的这些鸟竟然是受伤的鸟，然后觉得鸟很可怜，就挺身而出把这些照片丢给我们。
可爱的短耳鸮爆出，这就是非法笼拍的画面。另外更夸张的是，直接把整个鸟巢偷走，严重破坏栖息生态，也间接害死了这一些鸟类。他们有成立自己的脸书社团、秘密社团跟 LINE 群组，然后你要进入脸书社团的话，他一定透过你的脸书看看你的照片，看看你的一些事迹。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加入，一定不会被他接受，所以他的审查是很严格的，然后审查过后没有问题的才能进入他的社团，然后进入他的秘密群组，然后再约时间地点见面，告诉你位置，对，然后到了位置去场拍地点还不见得是拍摄的地点，因为他的因为没有鸟，他可能就把鸟从他第二个隐秘的地方把它带过来。动保团体要求主管机关必须硬起来，要有所作为。农委局说明此案已经进行介入调查，也依法查缉来取缔。有关大家关心的这个案子是在民国110年发生的，当时是民众向保基总队还有我们检举，因此我们跟保基总队一同去现场取缔，确实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当时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我们第18条，这个是属于行政刑罚，所以我们就把它移送法办，现在目前在法律程序中。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不定期的去现场稽查，发现并没有再犯这样的事情。目前这些违法的业者也都已经停止营运，市府呼吁摄影同好必须要自我约束，也让更多的鸟类死在镜头底下。记者林月峰桃园采访报。芦竹南崁交流道周边道路早年的排水建设未能完善，每年的雨季新南路周边就发生道路积淹水的问题，对往来的市民朋友很不方便。市府水务局就进行了芦竹区新南路雨水下水道工程，中下游三个工程多头并进，预计在4月底前完工，改善南崁交流道周边的淹水问题。彰善镇市长前往芦竹南崁实地勘察新南路雨水下水道工程，适逢西洋情人节，市长现场也特别致赠巧克力花束，慰劳辛苦的工程单位人员。现在进度已经到了快要70%，而且过马路的这个地下涵这个管线已经几乎都完工。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施工的过程里面，从去年6月到现在施工过程里面，没有明挖，完全是在地底下的推进作业，没有对交通造成任何的影响。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预计下个月3月份可以开始发挥排水功能，4月就要正式完工。其实4、5月开始就是汛期梅雨季的到了，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南崁这个附近，这个我们有三个里在这边，我们要跟淹水说再见。为了不影响市民朋友通行，采用推进工法，在道路上不进行开挖施工，全部的工程都在地底下作业，避免对交通造成影响。而完工后的水路会导入智慧管理的水情系统，及时掌握排水情况，让雨水下水道发挥最大防灾效益。新南路这边的这个排水改善工程现场看一下施工的状况，因为新南路是排水工程，就在南崁交流道旁边。那么这边过去地势比较低，碰到雨势稍微大的时候，其实都造成淹水的问题。那么刚才来看，主要是希望在汛期之前，汛期其实4、5月就要开始，在希望在汛期之前能够掌握这个工期，让它能够发挥排水的功效。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3月份可以发挥排水的功能。4月份正式完工，刚好汛期就接踵而来，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南崁交流道旁边新南路这边地势比较低的这些过去淹水的现象，可以一劳永逸，永远改善。市长彰善镇视察工程进度时表示，希望在汛期之前能够掌握这个工期，发挥排水的功效，让民众可以和淹水问题说再见。记者林嘉靖、李安武采访报道。新竹市第一处社会住宅中雅安居最近举行了敲砖祈福仪式，希望祈求工程可以顺利平安进行。出席参加祈福仪式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指出，照顾青年、落实居住正义是他以前在立委期间就非常关心的事情，很开心可以看到中雅安居正式动工，为青年朋友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以及条件。
新竹市社会住宅中雅安居最近举行了敲砖祈福仪式，祈求工程顺利平安。中雅安居是新竹市新建的第一处社会住宅，总户数高达640户，采用低建蔽率设计，并且规划有不同的房型，从单人房、双人房到三人房型，希望满足不同家庭形式的居住需求。我们新竹市的近一路人口，包含像是青年年轻家庭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几率非常的高，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重视，在社会住宅未来在市府团队的推动上，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包含青年族群、弱势族群，大家能够有更合适、更安居的社会住宅可以来使用。所以呢，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中雅安居的64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呢，正式在今天动工。那我们今天参加祈福典礼，当然也是希望说未来在115年完工，预计的完工时程呢，在这些所的工程上面的推动跟人员的安全都是可以顺顺利利的。那今天也很高兴我们的花敬群次长百忙之中也特地抽空前来我们的这个祈福典礼，跟我们一起来祈求我们未来社会住宅的推动上能够顺利。与会的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指出，中央鼓励地方政府新建社会住宅，不管是中央的土地还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只要规划新建社宅，在资金跟利息补贴上，中央都会予以放宽或者是给予协助，希望增加地方政府新建社会住宅的诱因。我希望我简单的讲让大家了解，其实地方政府你们更是可以努力来干，为自己的县市来努力。简单讲，你们可以找自己的私有地，或者找中央的地，大家可以谈。只要编列预算下去干，那个预算那一笔钱，如果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或怎么样都好，那一笔钱可以100%去银行融资，不会影响到市府预算的其他公务的需求。你们去银行借钱之后，房子盖起来就会出租嘛。盖的这个过程，银行的利息中央买单，银行利息中央全额买单。中雅安居社会住宅预计在115年可以完工启用，接下来新竹市还有另外3处社会住宅也正在准备动工新建，一旦完成之后，新竹市的社会住宅总数将会来到2500户，渴望落实照顾青年以及居住正义的需求。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狗狗因为有着灵敏的嗅觉，经过训练以后可以作为搜救犬，成为消防弟兄最好的小帮手。新竹市消防局目前就培训4只搜救犬，其中一只5岁的拉布拉多犬 Clay 表现更是突出，已经通过高级搜救犬的认证。最近新竹市长高虹安也特别授予他1线2星的官阶，希望肯定可累的学习辛苦，也希望他可以一起来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如果是一般的狗，站在摇晃的桥上就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跟稳定，但是5岁的拉布拉多犬 Clay 不一样，它是新竹市消防局精心培育出来的搜救犬，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稳定性，并且服从领犬员的指示，在摇晃或者是黑暗的状况下彻底执行搜寻生还者的任务。它的个性其实它蛮亲人的，而且他蛮女生的，他是我们里面唯一一只公狗，就是小男生，但是他内心住了一个小女生，他非常的，他其实很温柔啦，其实但很多人看到黑色的狗狗，他们都会觉得哎好恐怖哦，但是其实他不会，他很常受人家的欺负。新竹市消防局目前培训有4只搜救犬， Clay 是其中最厉害的一只，已经通过高级的认证。由于他杰出的表现，新竹市长高虹安最近也特别授予他1线2星的官阶，肯定他的重要价值。因为我们的搜救犬，其中有一只叫 Clay， 他去年通过高级的一个训练，那也请市长帮我们的搜救犬授予1线2星的一个官阶，那也让市长看一下我们搜救犬跟领犬员平常的一个训练，那他们展现出一个基本的一个搜救的一个能力。高虹安
方此行的目的不只有参观克雷精湛的训练成果之外，同时也希望慰劳消防局劳苦功高的消防弟兄。过年期间大家都要轮流留守执勤，辛苦不在话下。市长也特别带来了加菜金跟慰问品，感谢消防弟兄守护城市的辛劳。今天是我们市长上任之后第一次来到我们消防局，也是在年节前特别来慰劳我们的消防人员。那我们特别安排市长的第一站来到我们金山分队哈。那因为这边是我们饲养搜救犬的一个单位，那我们总共有四只搜救犬，那有两只通过中级，一只通过高级，那一只我们还在培训哈。那今天我们就趁着市长来慰劳我们消防人员，那也顺道请市长来慰劳我们的搜救犬。新竹市消防局指出，由于竹科管理局无偿拨用了金山分队后方的土地给市政府，这块土地将会作为搜救犬训练场地使用，这将会是全国第三个拥有搜救犬训练场的城市，未来就可以持续的培育像克雷这样子优秀的搜救犬，一起加入消防员守护城市的行列。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民众家中宠物往生，一般都是送到私人火化公司，或是就直接丢弃。现在新竹市动保所推出宠物遗体火化服务，由动保所协助事主殡存宠物遗体，并委托合法宠物殡葬业者进行火化以及后续的处理。家中毛小孩往生，一般不是丢弃，就是送到私人的火化公司处理。现在新竹市动保所推出宠物遗体火化服务，委托合法宠物殡葬业者进行火化，还有后续的处理，让饲主在陪伴毛孩最后一程的同时，有更多元的选择。很多民众啊，家中的宠物往生了之后啊，他们都会很烦恼，要怎么去做处理。那我们知道，虽然说现在民间有一些这个宠物的大体的火化的处理的服务啊，不过它相对的费用会是比较高一点。那新竹市政府自即日起啊，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家中的宠物大体哈集体火化的服务哈。那这样子让我们的家中的毛小孩，只要真的往生的话哈，他可以把他的那个家中毛小孩的大体送到我们那个新竹市动保所这边来，那我们会为这些毛小孩做集中的火化。这项服务每公斤收费80元，市府推出宠物集体火化这项措施，主要是要减轻民众的负担，同时也能避免民众将宠物遗体当成一般垃圾丢弃，产生卫生的问题。有一些民众，他们可能在经费上面的考量，他们会觉得说送到民间的业者去处理的话，这个经费相对是比较高的。那假如他们把它当作废弃物直接丢到垃圾车或是丢弃的话，其实又觉得有点不忍心，毕竟这是家中的毛小孩，是他们最爱的宠物。那市府先推出这样子的一个集体火化服务，那我们一样可以让那个民众选择一个比较经济的方式，那让他家中的毛小孩可以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程。新竹市动保所提醒民众，将毛小孩大体送往动保所时，请使用不透明的塑胶袋，不要用纸箱包装运送。另外，民众也会准备陪葬品火化。动保所呼吁，由于环保火化等规定，相关的物品不要放入一起火化。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新竹市长高虹安选前提出的动软补助福利政策，最近有了实质的进展。新竹市卫生局指出，目前预估每年会补助1000位的妇女，包括动前检查、动软疗程以及后续的保存与维护费用，每年总经费大约6000万元。只要新竹市议会可以通过预算，很快这项福利政策就可以获得正式实施。新竹市长高虹安率全国之先推出的冻卵补助，渴望在母亲节前后正式实行。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指出，补助的内容将会分成两个部分，分为检测卵巢功能以及生育率的 AMH 等健康检查。如果卵子健康，才会进行冻卵的部分；如果卵子的品质不佳，就会建议改做人工生殖。所谓的冻卵政策，我们分成两项补助了哈。第一个有关于卵子健康的检查，一个叫 AMH 的一个抽血检查。那我们是预计在每一年的话补助2000位，然后每一位补助1000元。那当妇女觉得说她的卵子的品质是还不错这时候就可以
进入冻卵的整个流程。新竹市政府预估每年补助约1000位的妇女接受冻卵的疗程，包括冻卵前的检查疗程、以后的后续保存还有维护的费用，初步规划保存5年，每一个人补助约20000余元，每一年的总经费大约是6000万元。那整体的费用预估大概整个冻卵流程大概5万到6万，那当然政府能补助的是比较有限的，可是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们在新竹不管是在科技业什么，那其实工作的妇女非常的多，那不仅是市府做这样的一个补助以外，也希望各个企业可以把它当作员工的福利，来多多来帮助我们的妇女朋友们，能够把她的工作跟生涯规划融成一体。高虹安指出，选举期间听到很多基层民意，发现新竹市有很多的职业妇女因为工作的因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规划生育的计划，导致错过了黄金生育期，因此推出了冻卵政策，让妇女朋友可以兼顾生育与工作情形。所以呢，在这部分的话，当时我也听到有许多一些心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出了所谓冻卵的政策，让我们在涉及在新竹市的女性朋友，那目前的规划是大概25到40岁的女性朋友符合这个年龄范围，然后同符合我们涉及的条件，那就可以获得从包含 AMH 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健康的检查。只要是今年1月1号以前涉及在新竹市年龄为25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就是这项政策的受惠对象。新竹市政府正在加紧赶工，希望在今年的母亲节可以正式让这项政策上路实行。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最近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新竹公园以及新竹左岸自行车步道的樱花目前都已经开花了。整片的粉红色樱花花海吸引不少民众争相拍照留念。新竹市城市行销处也邀请民众来到新竹赏花，感受春天樱花绽放的氛围。粉红色的樱花挂满了一整片树枝的枝头，吸引不少民众争相拍照打卡。最近逐渐迈入樱花盛开的季节，新竹市几个知名的赏樱地点，像是新竹公园、新竹左岸的樱花，都陆续的绽放当中，等着民众前来欣赏。二月樱花季已经到了，那新竹市有三个赏樱的地点，第一个是新竹公园，那本周六有新竹市樱花季的活动。活动当天也有美食、美味轻食、文创小物，还有一些游戏的摊位，总共40个摊位。那请民众有空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赏樱。那第二个赏樱的地点是在左岸新竹市的自行车道，那边是山樱跟合金樱为主。那跟新竹公园这两个地方都花况都盛开7到8成，都可以直接过来赏樱。在这几个赏樱圣地当中，以新竹公园的面积最为广大，总数超过800株，品种则是有合金樱、八重樱以及富士樱为主。另外，在新竹左岸的樱花，则是以合金樱、山樱为主。不同的地点有不一样的赏花气氛，带给民众丰富的视觉享受。新竹公园因为它的面积最大，樱花达800多棵。而且现在都已经盛开，花况都非常好，所以建议先过去新竹公园。头前溪樱花，它有合金樱跟山樱为主啦。那周边还有儿童的一些自行车的公园，所以有一些游乐器材，也蛮适合亲子带过去一起游戏跟赏樱。另外，在东南街239巷内的丁埔圳也是一个知名的赏樱景点。不过，因为花期比较晚的原因，要到2月底以及3月初，樱花才会陆续绽放。新竹市政府诚挚邀请民众一起来赏花，感受春天樱花盛开的气氛。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教育局举办的寒假记忆教育娱乐营活动，就是要让学生在寒假期间也能学习多元技能，适性学习。这次在勤高中举办的韩式美妆美甲艺术体验营活动，吸引众多国中男女生同学来参加，每位学生都认真学习，直接现学现卖了起来。
韩式美妆美甲艺术体验营活动，除了安排学生学习修整眉心、使用眼影、粉底等多种彩妆产品上妆，也介绍时下最夯的韩式眼妆，让学生一窥席卷全球的韩流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教局长刘仲成也亲自参观体验营活动，给予参加的学生肯定和鼓励。今年的寒假哈，加年假加起来哈，有将近一个月的左右。那过年期间哈，我们很多的同学相信也都陪着爸爸妈妈去走亲访友，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学习不能中断啊，所以我们在放假前就请国中高中哈一起来办寒假的记忆教育营，所以有将近50个国高中还有一起办了75场次左右。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关心启英高中的这个记忆教育的一个寒假营。指导老师说，以往学生在美容美发记忆学程课程所学习到的彩妆技巧多为新娘妆、宴会妆等特殊妆容，这次韩式彩妆课程可以让学生将所学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无法立即上手，但透过基本概念的教学，也能让学生培养美感与时尚接轨。因为呢，现在我们韩式的化妆呢，比较强调的是自然美感，然后呢，有达到修饰的效果，也就是呢，很喜欢小脸。小脸的话呢，会让你呢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楚楚动人啊。以女生来讲，所以修饰很重要。然后呢，化妆我们只要淡淡的。那我刚才呢，帮那位模特画的呢是C型小脸啊。一般我们都是腮红由上往下，但是C型呢，它会让你整个脸做一个C型的集中，那它会让你的脸型更为娇小。除了记忆教育娱乐营的推动外，教局也持续挹注经费，鼓励桃园各级学校开办抽离式记忆教育课程、记忆教育专案编班、国中记忆社团以及国小职业试探讲座等等，来提供学生探索自我以及开阔学习视野的机会。记者董宇飞、钟丽采访报道。感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阖家平安，我们下周同时间再会。